坦白句，你要是没谈过恋爱，要不要跟我谈一次啊？自己盖上。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在操作间，能在哪儿啊？刚才看见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他人呢？男人？嗯。哦，你说的是林诺言吧？回去了。不是林诺言，是个帅哥。帅哥？嗯。活的还是死的？少跟我打马虎眼，死的我看什么呀？活的没见到，死的有一个，你看看。哎，师傅慢走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拜拜拜。我上次就想说，你师傅长得还蛮帅的。你诈尸啊？蒋曼君，我敢保证过了今晚，金小鱼肯定不敢留在布文中。但愿他知难而退。蒋大军。
日本人怕我活着出去，就轰炸了山口，爆炸引起了雪崩，那个我只见了一面的雪山圣地瞬间就消失了。撤，射马，撤。我逃出雪山之后救了刀家的先人，也就是刀秀雪的父亲。所以说因为你救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你的守护人。现在你要落到我的手里了。你不要露出一副人贩子的微笑行吗？是不是守护人得我说了算？老爷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守护人，我还是你唯一的止疼药。止疼药？你这个止疼药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，一年对我来说就是转瞬即逝，一瞬间。我活了一百年，我去往世界各地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你觉得这一年不到一年能做些什么？你都说了呀，一年对你来说不过是眨眼一瞬间，那你干嘛不用这一年的时间帮我找找线索呢？是吧？你也不损失什么呀。怎么，你不敢因为你害怕重回失败，重回绝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害怕了，我害怕最后没有结果，害怕到最后空负希望。你死了可以一了百了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但我要一直永无止境地活下去，一个人。啊，蒋曼屈，蒋曼屈，一起想办法好不好？没有办法。怎么会没有办法？把你解剖了，看看你身体里的构造，或许。我告诉你，你一直在追查的那个特效药，肯定跟你的怪病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让我参与，是因为你怕我受伤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啊？我都已经把故事告诉你了，满足你的好奇心了。你回家多陪陪家人不好吗？我要查的东西不是几天几个月能查到，是需要好多年。跟你说多少遍？哎呀，蒋白驹，欧巴，忘了，没声了。金小鱼八成是死了。金小鱼没事，不代表少爷也没事啊。他俩不会都别胡说。啊，嘉熙，啊，嘉熙，老爷子，你就带带我嘛，你就带我一下，我绝对不闹。你太坑了，我真的带不动。我怎么坑了？我都不怕死陪你玩，你就带着我。你别说那些没用的行吗？先把我放开。我不放。你再让我喊啊，我吼你了。放开！啊！少爷，没事吧，少爷？莱卡，走，放开！我不放。昨天晚上我就是你的守护人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贴身守护。你把手松开。我不知道前程见了他会怎么想，如果是威廉姆见的话，他肯定会说我跟祖爷爷不可说的小黄文。你怕不怕？你松手，你是耍臭无赖。对，我服了，行吗？我答应你，行吗？答应什么？谢锁。好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